我哋今日嚟到呢个香港维港海悦上水酒店，喺北角嘅，系啦。咁跟住咧，我哋今日咧，check in 出咗两个几钟咯，佢劲多人要等咯，所以我觉得，同埋我哋呢间房系，即系我哋系 book 海景房嘅，但系佢个海景系 30% 有，其他都系 70% 都系楼咯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型可能不是很好，所以如果大家要来的话呢，我觉得 book 那个呢人是很漂亮，有那个浴缸有海景那个会好一点，是的。跟住可能是间房不好，跟住我们 check in 迟了那么多，是因为那个人说我们 book 了的嘛，但他说没有房，跟住他说要等，跟住还叫我们去游水先，跟住我说不要，跟住等等下 就有房了，跟住他说啊，因为你住两天，因为我们是三日兩夜，係因為我哋三日兩夜，所以佢話咩俾一間高樓層嘅房我哋，但其實我哋係16樓咯，即係我唔知道算唔算高啦，因為佢呢個酒店最高23樓，但佢個景係真係好一般咯。因為我嚟之前咧，我睇咗好多 YouTube 嘅，即係個個都係對呢度好評嘅，但我都係去。那個浴缸有海的房，我們這間房真的沒有浴缸的，所以它都可能房的問題，不知千幾元兩萬，我們這裡是對了，是的。跟著我們剛才叫 Foodpanda， Foodpanda 它是不送上來的，我們要自己下去拿，我哋啱啱先就攞咗嘢食上嚟，买咗牛扒同埋嗰个叫咩虾，唔知咩虾，跟住又准备食咯，系咯，可以迟下再 update 啦。耶，我哋就系食呢个嘢咯，系唔知400几蚊啊，呢度买咗两个餐，仲有餐包，跟住但系佢我哋喺 Foodpanda， 佢冇俾餐具，咁唔知系咪踢走咗。跟住呢間房都冇餐具，得個咖啡巾咯，所以用咖啡巾食牛扒啦。開餐啦，拜拜！一游完水，勁似獅子咯。佢個游水勁麻煩啦，分呢個東西座，所以要我哋好似係上西座嘅，跟住游水就係東座。跟住我哋就要穿過 lobby 先去到泳池啦，跟住係啦，游完水，好條尾 keep 得好好，但勁似獅子啦。依家已經10點鐘啦，啱先游完水沖埋涼就已經9、10點啦。跟住咧，因為啱先太趕，因為 book 8點泳池，跟住我7點幾先嚟到個嘢食，跟住係都未食曬，跟依家食埋佢。我想讲呢间餐厅几好食喎，佢牛扒系 juicy 咯，竟然，所以我系用呢个咖啡巾都食到，可能食亲好多牛扒都可能偏干噶嘛，但呢间几好。我哋出去搵宵夜食，依家10點幾，11點，走啦，入 lift 先。是卡巴，即是印度的印度嘢，印度人。系啊，好食啊！
豐富啊，呢個係卡巴，佢冇切開咯，要一塊嚿食，都唔知一陣間佢要點食。跟住呢個係咪嗰啲餅啊？哦，係啊，啲印度餅好食啊，勁肥咯，宵夜食咁多。跟住呢個係咖喱，勁大盒。都好似60几啊，70几蚊，都几抵。我呢个系我嘅沙律，佢系烤鸡牛油果，牛油果好食，烤鸡都好食，青瓜都好食，系咪青瓜咧？系啊，好似系。哇！系啦，咁我哋就开始食啦。啊，我哋仲买咗酒，我哋可以攞酒饮。好啊。系咯。啊，系啊，跟住有啲。新嘢喺我只手度，呢、這个就系猪仔送俾我嘅生日礼物。叮叮，系啦，跟住就系咁啦，咁我哋就开始食嘢啦，食宵夜。依家系几多点啊？我唔知呢个标准唔准咯，应该准啊，12点几系应该准。系啦，依家食宵夜啦，拜拜。咁今日就应该完啦，食完宵夜我哋就瞓觉啦，应该可能睇下电影嗰啲咯。好啦，拜拜。準備俾我，我完全唔知咯。其實我同佢差唔多24小時都喺埋一齊，但佢係佢話朝頭早上我瞓覺嘅時候出去買嘅，我完全唔知道。我以為佢冇買禮物，因為佢話唔知道送咩好。跟住佢就攞勁大個袋過嚟呢個酒店啦。跟住我心諗點解攞咁大個袋，原來因為裝咗呢啲嘢。跟住仲係咁叫佢唔好攞咁大個袋，好醜樣。跟住原來就係因為要收埋呢、這個，跟住呢個咧，佢嚟到酒店嘅時候咧，佢係收埋咗喺呢個衣櫃嗰度，收埋咗喺最高呢個位度。其實咧，我一嚟到嘅時候我都有睇到，因為我周圍睇啊嘛。跟住咧，但我以為因為佢攞膠袋裝住，我以為係嗰啲消防嗰啲嘢，但原來係呢個咯。跟住琴晚就係1到12點，佢就攞咗出嚟啦，所以就係。非常的驚喜，非常成功，多謝曬。好看就是这样了，找到餐厅再说吧，拜拜。我们最后去了韩国餐厅吃饭，我叫了炸酱面，这个炸酱面非常的一般，跟着他叫这个蟹膏成
鍋飯，睇落似好食，但係未食，應該好食。係咯，我哋成日去咗呢間韓國餐廳。我哋食完饭之后就买咗呢个生日蛋糕翻嚟，跟住咧，但系因为嗰个雪柜太细，放唔得入去，所以依家就要一次过食晒佢，就系咁啦。所以依家就食紧生日蛋糕，同埋依家呢个酒店房好晒，今日天气好好。望镜头笑。依家又游完水翻嚟啦，劲攰咯！依家系差唔多六点钟，我哋五点落去游嘅，跟住可以游一粒钟咯，系啦。跟住我哋今次系 walk in， 冇 book 到都游到，都入到排咗一阵队，系啦。我已经学识咗游水啦，不过真系好多人。如果想影靓相或者真系想认真游水嘅话，应该真系有啲难，好多小朋友咯。同埋今日系星期日，都好多人。跟住我依家就準備沖涼啦，拜拜。